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我以为是鱼，我在对面看到好多小朋友在这里玩，我以为是鱼，有点惊喜。对，人与自然生态可以共存，这理念我觉得挺好。有黑色的、白色的，有一只是单脚站的。即係佢哋好自在，而且佢哋唔怕人，咁我哋都唔會去打攪佢，咁我哋即係互相喺度靜靜咁樣和諧咁樣共存啊，大家互相欣賞啊咁樣。可能我哋欣賞緊佢嘅時候，佢一邊沖涼都一邊欣賞緊我哋啊。